中华网龙资质超强大作《中华英雄 Online》推出后满一年，人气依旧发烧。而在先前推出《如来神掌》《与龙虎门》等资料片都大获好评，频频缔造国产线上游戏新纪录后，最新资料片《醉拳》也即将登场，同样以1980年代风靡一时的港漫《醉拳》来改编。而目前电视广告也强力放送中，但一改之前的强硬风格，而以搞笑酷手的方式演出。这次新资料片将新增十张全新练功场景，还新增改变外形及强化实力的超强魔仙系统。为庆祝醉拳重现江湖，还特别举办啤酒嘉年华欢庆活动，参加活动有机会赢得丰富虚宝哦。醉拳开战。